这个很多啊，这个很好，这个好，欢迎光临。它是每天、哦，这个是每天熬好大桶现场送来的，现煮的。厚厚那个是什么？它的那个藕粉，藕粉跟桂花酱。就是、这边的那种小鱼。好、嗯、的。好，两个都带上去。差了。我两个都带上去。从现在开始，我背这两个。难得遇到比我还怕冷的人。当然了，你看。我在哪里长大？我也是啊。我要进阶当 DJ 了。DJ JJ， 好多 J 哦。Welcome, DJ JJ! 平均了一点，但是平均的情况有一个危险，就是没有那个震撼。头有戴帽吗？鼻音有，也有哎。Cause it's still warm here, so yeah, do yeah. 再讲。比上次硬多了啦。哎，有这个安全感。哟呼！你有乖吗？今天的后台离台远吗 ？OK， 它是有一段距离的。它是 ，Say hi， 大家 Say hi。后台，看到吗？嗨，这个控台很近。因为是很，看镜头。随便，它是五位嘛？看镜头。对，来看镜头。今天的随便。Good show, guys! Nanjing, watch out! Put on Michael Jackson's 外套。就感觉瞬间比较有舞感，比较想跳舞，感觉肌肉松了一点。毕竟是 King of Pop 的衣服，全世界限量50件，我是第45件啊。Thank you, Bathing Ape。Thank you.
我爱你们。随时欢迎你啊，来合体一下，是不是？ Should I let go? Oh, would you dare to go? 你们那么想看腹肌，我就奉陪到底。走。经历了很特别的南京第一个晚上，今天晚上我们要呈现绝技20南京 Day 2。Go！ 绝技20南京 Day 2，热起来！所有歌迷朋友越来越这个团结，你们开始一起画不同的这个漫画，我发现每一次都蛮有创意的。南京的朋友，这个应该是从我们不知道哪一站点上会拍下的照片。尝一口，尝一下，是冰淇淋啊。很冷，但是呢，冰还是要吃。以毒攻毒。身体不舒服，但是呢，如果可以让心情好一点，或许身体就会好一点，是不是？这是给自己的借口。
节节快乐。